哥，咋了？你看我这球犯规了吗？啥球啊？我这个大帽。哎呦，我感觉是个好帽啊。帽力啊！你咋？我盖帽一般都是帽力。我觉得好球啊，咋了？有啥疑问啊？比如说犯规了。啥犯规啊？打手嘛，侵犯投篮圆柱体，手别下压就是好球。你知道还有一个啥吗？老师，就是你踩到别人家女孩子，这你鉴定一下。我先分开鉴定。这干啥？很清晰的打，但是就是会有人说我下压不严重。不是你下压归下压啊，我只要完全打在球上，不是说我说我没有完全打在球，比如说打到你胳膊了，或者是打到你的手篮球一块打，那肯定是犯规。那就是这我这个球是好球，对吧？侧面上完全就是力量太大，把人家帽翻了。就刚才说一句很经典的话，帽翻了，清晰盖到球，后续没啥附带接触动作。有问题的就是刚才不是说把人家女孩脚踩了，这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有问题，踩到左脚了好像。有，你看玩家都踩跑了，你看这点是要谴责一下的。这个你跟人家当时说对不起了。我忘了，这好几天前了，那就是没说呗。那我提这给我这个犯规，这个犯规，这个犯规了，犯规在这儿，下压太厉害，那肯定是一脚压到人家脚上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以为倒是说啥？清晰了，清晰了。盖帽没问题，你踩人家脚是不对的，行，是吧？鉴定一下网络热门视频，还得是你，还得是你。